高压氧对伤口愈合的效益，事实上是还蛮多面向。第一样是降低截肢的比例，这已经大概是一二十年前的这个研究报告。像我爸爸，他比较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，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大拇指这边很容易会摩擦到，大家就看得更清楚。就是说我这个压力点如果在这，他就会凹进去了。然后对，其实对他的伤口是减轻的。邀请您一起参加五七健康同学会。